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ses 周奥伦。今天呢，我接受到一个挑战，就是要在一个小时里面重新改编我的个人创作歌曲。这首歌曲叫做《做我自己》。像是在我的道路上的方向。好，毕竟呢，我之前用的都是卡西欧的琴，今天呢就用了这台新的 PXS 3000，更挑战的，因为我没有用过。那今天看可以不可以挑战成功。也不过是反将之意，因为我相信我想。好，我特别喜欢这台琴的触感哦，因为跟我之前用的相差太多了，这个好按多了，也很好弹哦。那声音方面呢，我就觉得更加真实，比起之前那一个，因为之前听的会比较有电子的感觉，这一个声音反而让我很 impress， 就很有那个真实感。对，这台琴呢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就是它完全是没有巴顿的，跟我之前用的那个相差很大，因为我之前太多的巴顿，然后也不是太美，这一个非常的美。还有一个很特别很好用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晚上或者是在 concert 啊，还是你在 studio 里面，你都不用怕看不到，因为它有这个 LED light。 好，完成了。我本来的这首歌曲呢，曲风是大概是 R&B 这样的，所以我现在做了另外一个改编，就是让它有一点 slow rock 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听听看。我坚持，我努力都能够给你证明，你所谓的斗破荆棘也不过是反掌之意，因为我相信，我相信不放弃的能力、yeah。如今你目睹我出人头地，我还要谢谢你的冷言冷语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会带上另外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是比较 jazz 的 big band 的感觉。我坚持，我努力都能够给你证明，你所谓的都不经济，也不过是反常之意，因为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不放弃的能力、yeah。 如今你目睹我出人头地，我还要谢谢你的冷言冷语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挑战，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slow rock， 还有一个是 big band。 你会喜欢哪里一个呢？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